我们下次题目，一同班上共45人中，利用系统抽样选取6人，先从论述表第9行第27列的前两位数选出第一位同学座号，并将45位同学座号依序环状排列，试问被选中的6人座号为何？首先，我们将1到45号环状衔接，并将46号视为1号，47号视为2号，48号视为3号，以此类推。好，那么我们有40位同学，我们去除以6，得到这是7余3，所以呢，我们定以座号7为这间隔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从这乱数表第9行第27列，也就2454这个数，它的前两位数也就24，我们选出第一位同学为24号。好，那么开始去加7，24加7是31，31加7是38，38加7是45，45加7是52，52加7是59。好，那么这52跟59已经超过45了，所以呢我们减去45，那么52减45得到7，代表我们是要选7号。那么59减45是等于14，所以呢我们要选14号。因此呢，在这里我们选到的6位同学座号为24、31、38、45、7和14。这个答案